理空间设计的王建森设计师，透过新颖及质感方式重新定义居家美学，整合年轻设计及施工团队，高效率完成每个案件，是三平两房一厅的预售屋，居住成员为两人，如何满足屋主的需求和喜好？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：如何通过格局规划，让小家也有舒适辽阔感；再来看到实现屋主喜欢的现代风格；最后则来了解主卧室的机能规划。透过预售客屋便退出原有格局，且重新编列空间规划，小平数的空间运用黄金比例切割手法，将休息空间及储物空间完全区隔开，以饭店风的设计为灵感，公司领域利用挥拨隔间，创造时髦开放的感受。灰白色系作为营造现代风格的基底，结合清水膜、黑铁等材质，木质贴布制作出框的形态，定义餐厨与客厅区，空间表现干净利落。结合智能灯光，让家可依心情转换空间氛围。卧房是开放场域的延续，大片挥拨后是元素简单、让人放松的主卧，将更衣室安排于此处，结合化妆桌，增加使用机能。透过有效的空间规划，让空间有更多收纳之处。特立空间设计的王建森设计师，率领年轻有活力的团队，丰富创意，以人本为基础，极具效率，带给居住者量身定制的美学设计。